喺戲劇集《陸思韻》最近亦忙於拍攝台慶劇《攻心計》以心攻計，對於女主角胡定欣日前被指因為見到陳展鵬全身暖情而唔開心，思韻就話冇啲咁嘅事啦。我諗報道還報道啦，咁灰咁如果個人好攰咁拍緊劇捱夜，咁你都覺得佢個人唔笑嘅時候，你又會覺得佢喺度黑面啦。我覺得又唔關呢樣嘢事，完全冇呢樣嘢。因為尋日其實尋日嘅氣氛咧係。 主力係佢啊，咁佢仲要跳舞啊，咁跳咗全日咁滯，我哋7點鐘化妝，跟住一路就10點鐘開始拍，拍到夜晚，你諗下2、3點，咁話基本上一半嘅時間佢都係要跳住舞，好專業，同埋完全係冇脾氣嘅佢，即係冇攰嘅感覺。我都問佢話你食咩補品，因為我哋一齊去食 lunch 啊嘛，咁我話食你食咩補品啊？你唔攰嘅樣啊，都唔係㗎，都會攰㗎，但係就覺得都佢都話好值得，因為呢個拍攝手法同平時咧佢哋拍開廠嘅3部機咁樣係唔同。佢話對演員亦都係一個好好嘅磨練。